十足的电音三太子跳起拖把舞，波比天后王彩华聚焦全场，与乡亲把钢琴直角比大小。头街头巷尾排队领拖把，一百组火速被抢光，又加码直角赢奖品。一二三，这南宫前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清洁工具，和大甲妈首度联名抢工大扫除商机。不用沾到手，不用手洗，不用手拧，那让大家清扫能够更方便。卖场通路限量40000组，里头附赠的春联一一过炉，请妈祖娘娘加持。我们的波比天后王彩华小姐，我们共同来过火。我们有经过大甲妈的进入加持，那我们这样子象征就是，消费者拿回去之后，在做大扫除的时候呢，象征就是把家里的坏运都拖出去，好运都拖进来。岁末年终打扫神器引话题，家家户户除垢纳福，动起来打扫，要把好运拖进来。三立新闻吴宗哲、林文富，台中、台北报道。